要谢谢。来，还有谁要虾仁的？虾仁来，我爸发过来，没吃过黑灵魔法的。龙虎啊，好来，龙虎来，没过龙虾来，来过来，要吃什么来？进来。哎，有啥没啊？海鲜卷来，海鲜卷来。来，海鲜卷简单了，海鲜卷等于等于电话哦。哎，这回机会你了，我一天回三回，这是我计划了，快好了，快。还有谁要吃海鲜卷啊？我已经签到过去，姐姐阿彪跟在阿彪。来，小姐姐。阿彪呢？阿彪了。你讲阿彪了，阿彪你关到我想见没有？来，进来。过来，没进来过来，能过来。哎呦。萝卜干好。我们等不不不，亲姐呀，亲姐呀，过来没进来过来，买块吃的。海鲜卷来了，快好。还有拿了，还有拿了。最后两个。萝卜糕。萝卜糕。没有了。第五市场有，第五市场还有。这里好像他们真的要。好像会放到附近，也是在中心里面，但是换到另外一个地方，好像会换到另外一个地方。哎、欸，你是安吉一千嘛？对，你是七千嘛？在后面，你跟他说你是你要留一千块的红纸，你就在后面我帮你留好了、哦。哎，你九分过来没吃无？是不是金宝当了？是不是你来破坏掉了？哦，是不是你也看到我这个台球没有开了？这个七百，这个台球七百，两百三百就四百了。两百两百，什么奖？我拿。五百块。我拿。过来，我决定我买掉了。咱们的九八年哦，十八年啊，十八回去清蒸煮汤掉。我拿。有人留一千的红鲟哦，来拿了，来拿了。对，好，我将要去后面了。哎，我个问题，我想要食上班，你家用台灯，水果嘛才水啦。哦，大家免计较，你今天上班啦，先来上班来啦。我个问题，现在五百好吃，买两块吃，买三块五包先来。上班还有谁要吃石斑鱼啊？五百好，石斑五包五包，石斑鱼五百块五百好五包。快点，快点啊！我不放在后面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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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放在虾，这个河装的虾。虾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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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给人，我给人给珍珠奶茶来，好不好？好，好好。珍珠奶茶一斤二十个，还是布丁奶茶？我是。过来，要吃无问题啦。我交300块。三百，三百。就为了买200块。要几个呀？200块。就为了买200块，给你500块。一再骗200块，再骗800块。